is what I have so sadly come to after looking at countless Western masterpieces. I was lucky to go to America, just as I was lucky to have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You can't change your history. There is no telling how much you gain or lose as you grow out of ignorance and into knowledge. For me, I just have to mount my canvas and paint on. I am meant to do that, and I'm too lazy not to.传统派或者说学院派呢，就感觉到这个陈丹青能回来以后呢，能够担当起这个拯救油画这么一个使命。那陈丹青觉得他这时候他已经不是这个15年前的陈丹青了。现在这样一个国际艺坛就越来越，比如说多媒体啊、装置啊、行为等等艺术样式，越来越占据了大量的占据了这种展览空间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绘画死亡这样一个口号下呢，还是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呢一直迷恋这种写实主义。中国大多数艺术院校还保持着这样一种写实主义的教学方法和训练学生的办法，甚至包括我们大众的审美趣味的这种教育。这就是我们的艺术态度，我们对于艺术教育的责任。所以，丹青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它稳定了。 我们这些年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的这一种认识，就这老师教你服，而且就是一笔一笔从起稿到最后结束，他就非常认真在那儿让你看的画画，这是个特别好，而且呢，就是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教学上就是。 就是他会就是因材施教，就我们几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包括他那班的博士生访问学者，就你想要什么就能从他那儿听着什么，就是这个也比国内的强。我觉得就是把他请回来教学，就是带动咱们这个艺术教育也好，艺术市场也好，就是特别好。就咱们这个内教呢，有一些这原装教师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的一些什么主张就完全灌输给你学生，就你不听也得听。 你得照着他的话，就是这我总结就像那个口香糖的教育，就他嚼了好多年一块口香糖，就塞给你接着嚼。就全校投票，学生会组织的投票，有好几次，他都是我最喜爱的老师。这个是这个具有民主的选择，因为他坦诚嘛，他真是说真话，他从来不会说假话的。 所以，同学也很喜欢这样，但是有时候他也希望同学是一个真正在钻研艺术非常投入，而现在这样的人确实也很少，他也感觉到失望。还有现在的青年一点也没有志气，也没有胆气，也没有魄力。他看问题非常清楚，但是呢，就是，唉，就是。 做人做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就是整个就是怎么毕业快点找个活儿就这样。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讲年轻人，年轻人还是希望。一个画家他的那种创作黄金时间非常的可数，那个年头，那他哥现在已经50岁了，那他如果一直这样活动下去，一直这样每天粉墨登场表演下去的话，那他真正作品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看到哥他有时候很快乐，也许他就是无为而为，他走到哪步看哪步，然后事情来了什么专注的做什么事情，他快乐就够了。他多才多艺，很会讲演，写东西写的真是很漂亮，文笔很漂亮，我很佩服，我写不出来。就是他的一种风格，包括他写东西，包括拿书拿手写竖着写繁体，给人愿意这样给人写信，包括他。 特别咬文嚼字的去琢磨这些什么书，他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文静的一种疯狂，一种很文明的疯狂。其实是他是学油画的啊，这个在国外又待了很多年，完全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西式的背景啊，但他写东西，我觉得你看他行文呐、遣词造句啊什么，包括一些态度啊，就我们刚才讲的，倒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相当典型的一个中国文人。
你这人要是不是画画的，就不具备这样的观察力，你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就比如他有一次，我看过他一篇文章，写的特别逗，就是说他从美国回到上海以后，就是他那篇叫《归国的确认》，就是说到这个上海，就是他就迷迷糊糊的坐飞机就回来，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回国了。后来他就骑自行车在大街上上海街上溜达，后来突然看两辆车就撞上了，后来下来俩人。然后这俩人就开脸跟街上就打起来，然后打的这个，嘴角冒血什么的，然后那人还含了一口痰，就噗一下吐了，扭身接着打，那个一会儿表掉了，捡起来，然后看看还走不走，然后也接着打，然后他又写说在美国啊，说这么多年、这么多月、这么多天、这么多分、这么多秒，说真再也没除了电视里没看过真人在这儿给你打架表演给你看。然后说，哎呀，说我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很风趣，那他的这个文字我觉得非常有特色，也是很让，就是说人读完以后就，读过以后会有一种那个大口吸氧的那种快感。如果我们不是局限在说这个人，就是说，因为他是个画画的，他就是个先是个画家，并不是这样。我们就从文字的角度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阿城啊，比如说陈丹青啊。或者说以前还有一些诗人，我觉得这个中文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作家本身就不应该是职业的，你的东西真正好不好的话，其实是由读者来评价的，而且要能沉下来。就文字来说，我觉得目前他的文字绝对是一流的，就是说是就是包括散文界，他的东西出来以后那种清新，那种没有框框，完全是一种没有那个那种模式的那种，那种打造的那种痕迹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确实是超出很，我觉得是应该令很多那个作家汗颜的。I'm not a full-time writer, but I have occasionally published art reviews. I began to write longer and more frequently in 1997, when Geleen Art Publishing House contracted me to write essays about my life in New York. The number of words they wanted was astronomical, 150,000. But I didn't even ask for a compromise on that. For the following 2 years, I painted by day and wrote at night. Eventually, I accomplished it with more than 10 essays of various lengths. But much to my surprise, I felt I didn't want to stop. It was just like 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ble to do 6 or 7 cartwheels non-stop. Then I would stop, sweating like a horse. But then some passers-by would urge me to do it again. Then I would do it again, throwing myself forward, hitting the concrete with my palms and springing up again. My writing adventure was just like a series of cartwheels. You start it, and then there is no way to stop. 我不断不断的在重看的，就只有鲁迅，可能这个理由跟外界那么推鲁迅的理由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老能喜欢看鲁迅，鲁迅非常好玩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好玩。我很多段落我不知道看多少遍，我还是会笑，笑得非常厉害，我非常拒绝49年以后的文体。我比较向往的还是一个五四时期的文体，就半文半白的，但我没有接受过好的语文教育，所以我的文言也很差。我尽量能做到的就轻通就可以了。我是看了他几篇以后，也是觉得感受非常深，而且在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有些他的文字我还能够觉得大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都是非常难得的。那这方面呢，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据我的编辑告诉我，我每套书都会脱销，都会上排行榜，就都包括痛骂我的人，他也会在文字上认同我啊。可是我的话就非常多的人不认同，现在啊，而且我也没有画出我心目中就我想画到的那个程度，I don't remember from whom I borrowed this print copy of the sketch. But I do remember making a copy of it on my grandma's bed and gluing it on paper card with some sticky rice. I looked at it and I looked at it, and I felt I was as good as Leonardo da Vinci.
Tim Denting's books touch on a number of issues, among them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cos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what cities lose. His writings also cover the subject of art and offer further illumin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Oriental and Western styles. Thus, Chen Danqing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uniquely influential figure, an artist who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expressing himself through his paintings. Thanks for staying with us for today's documentary. I'm Zhao Bin from CCTV International. Bye for now.